放炮喽！哎呀，一听放炮，过年了。不，我买份行了，我买份。你刚出锅的。嗯，刚出锅的，这是。少了不给你。这是大米的啊。这一锅。能做多少斤？2斤。哎，你说，这压力它跟高压锅一样的。是，高压锅一样原理啊。嗯。这是形状不一样是吧？整了2块煎饼啊，这就自动带动起来了。放炮喽！哎呀。一听放炮，过年了。哎呀，这快熬的差不多了是吧？拉丝。把炮包拉丝。说你这干多长时间了？干5年。5年了。啊，之前干啥的？打工。你怎么想干这个的？冬天了，没事了，不能打工了，这两天。在外边也不容易啊。是。这有冬天。冬天旺季啊。嗯。这拉丝了吧？嗯。这和做糖葫芦差不多啊。它两个不一样。不大一样，是不是糖也不一样？是。搅拌匀。说你搅拌多久？搅匀就可以了。啊？搅匀就可以了。啊。那你看你自己。他自己感觉啊。嗯。我大米块儿。一个过程，真好。还有个板子啊，光是好拿的，不然不好拿啊。嗯，还有空隙。啊，对，还有空隙。干啥都有窍门啊。这一盘。多得多少哈？得3斤。3斤。说这一块得有几两？这么粗过哟。情况，它值不能有一针。这树这叶都挺大方的啊，我还没买就给我吃，这么长。我操！咋感觉呢？哎，挺好呀，有钱啊，有腿。啊，挺好。等会儿我得买点回家带着。在这个大街上，就感觉又回到小时候了。嗯，呀，还没买，哎，真好。嗯。这白砂糖。就是白砂糖啊。爆米花抓出来的。哎呀妈，真好。
不经验的啊，可以过来赶这个集，过来尝尝，特别好。贼好吃啊！哪那个呀？但离家远吗？离家远吗？不远。不远。这学了有一个学期，那你不能。我都过这个都不会，我先学了，妈过来看看的，我还过落了。我们就不是咱这边人啊。我是这辈子呀。姨，你之前在家干啥的？我原先是干板厂的。在板厂的啊，板厂干啊。最近板厂多啊。是的，啊对。这个赶集不也挺好的啊？现在没人管。是的。这样你家看个孩子啥的啊？啊，孩子都大了，都上高二了。啊。大米块儿，哎呦我的娘，我的工资都花遍了，我那里头每个都花了，我的费用花了六个太大了，你管嘛，一块嘛，你那个要两年，我给他一块多，你不要四千块，你等会儿一块。哎呀，真香。尝尝，你要那玉米干吗？嗯，很好。摆摊卖爆米花，还有大米，还有大米花、大米块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俺又不认识。不，我买一份行了，我买一份。整这个碎的吧，整碎的行，样吃，你这个撑着，这碎的呢，这碎的吃这个，我先找5块钱的，多少钱？5块钱的，5块钱的啊，你有10块钱的啊，买了5块钱的，我感觉这个姨应该是多给了，给的不好意思了。嗯，这两口子太不吃了啊，整的不好意思。刚才尝了，我买的，整的不好意思，肯定得买去。嗯，本来打算买这碎的啊，那碎的不好卖，来买的一样的价，是不是？我给撑走。这姨啊，非得给好的啊。其实说实话实说，这些我估计得10块钱，我整的不好意思了。嗯。挺好。